现在在铁道大饭店1473。大家口中的灵异房间就位在饭店阴暗的走道旁，房号1473，其实本来的房号是1401，封了一段时间后再度开放。虽然这间饭店网传有故事，让当地人都不敢住，但地点好又价格便宜，吸引不少外地游客买单入住。台湾人应该大概都知道，说什么闹鬼，然后房客在那边睡觉，然后有看一个女鬼飘在上面。那计程车司机也说，他在排班的时候呢，其实常常都听到有人坠楼的事情。大门进来，这是他门口的地方。门口的地方，然后他门口进来之后呢，是衣橱。基本上它格局上哦，没有很奇怪的样子啊，只是说它的灵异传说不断，几乎是没有断过，甚至于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有查到说，就是即便是他在改房间的号码之后，还是这间房间还是发生很多灵异事件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排除有人是因为知道这个故事而会声会影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进来走到以后，它右边这是一个镜子。对，这间房间其实很大间，然后这是我们刚直播的那个地点，它的沙发的地方。那我们是因为设备带的很多哈，所以有点乱，大家忍耐一下。然后进来以后啊，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个房间跟一般的旅馆、休息的旅馆啊，跟饭店来比的话，其实很大间了。现在这个啊，我们现在要进去的就是它灵异传说最多的厕所。来，帮你打灯了。好。他这样现在想什么意思？当我是脏东西是不是？是。啊，我刚刚不是有提到有一个女艺人，她在浴室的时候，她在浴室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全身湿，包括头发都湿的女人，恶狠狠地盯着她吗？就是在这个空间，这里，对，全身都湿，对，全身湿湿的，就是来这边南南部工作的女艺人，我给她困家，你，我现在讲解你挡在那边真的是不好意思，走开，这桑拿房，你们有看到它这个门把？是转不开的，他已经锁死了，他已经锁死了。我让大家看一下里面啊，等一下啊，桑拿房，懂吗？大家有看到里面？因为它的门哦是锁着的，所以很难做拍摄，我只能把手伸进去让大家看一下里面，如果镜头有点晃的话大家忍耐一下。你看这个下面感觉像不像随时会躲着什么东西？等我一下。为什么这个门要锁着？封死了。
客观的说啦，有可能跟温泉一样，有时候他想要避免一个人在里面可能会晕倒啊，造成危险，所以封死了。那也有可能真的出过什么事情，或者是说这边闹得特别凶。今天我们来，不代表说这里一定有鬼，只是我们想要证实看看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恐怖，来做测试的。好，我们没有断章取义，因为灵异传说频繁，我们就说这边一定有鬼。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测试嘛。对对，因为我们其实很好奇，我跟你讲，这一集是为了观众来的，对，真的为了观众来的。是，其实我真的不觉得说这里有什么恐怖的东西。因为就查不到东西啊，对，你是查无啊，你查无，你讲哪边哪恐怖啊？因为就诚如我刚讲的啦，有故事的地方通常都有事故。我们探险这么久了，对，可是问题是怎么查这边跟没有任何命案跟凶案是跟这间饭店哦，我是指这间饭店有关系的。五吧，五吧。Hello。人来敲门。你在住这里啊？对啊。他说怎么没有房卡？你我什么没有房卡？不是的，下面的。下面。刚才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七八不是九点多十点了。九点多。有人举报。好好好。嘿嘿嘿。原来关机。不好意思啊。嗯嗯。打扰。好。你看，我就说。住吗？像。公你哪到家？我靠，给我房卡，你挂掉。为什么不能住这边？五吧，来，什么事吗？对不起，你住1473，对，你几点入住的？我们昨天就订房啊，我们连包三天了，到礼拜二晚上啊。那，我有房卡，我有房卡。来，大家，我的房卡怎么在这边？不是，我拿房卡给你看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们昨天已经付过钱了，对吧？你是不是看是不是查到礼拜二？等一下查。嘿。为什么你们要直播？我们在聊天啊。啊，你们为什么要直播？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播？有规定不能直播是吗？这样子对我们饭店影响？不会，因为拍不到，我知道拍不到东西，所以我们才来直播，绝对拍不到东西。你可以跟我们翻版一下吗？不要让网络帮我们。炫炫懒懒的，很。所以我来帮你澄清啊。认真吗？认真。我跟你讲，你去查一下我们频道，我们从不装神弄鬼。我们今天来，如果没有拍到任何东西，那是帮你们澄清，对不对？你要帮我们洗白。我在洗了，我很努力在洗。你现在一直进来，我怎么洗呢？是吧？我刚刚说你去跟他们讲。还有我跟你说，基本上。没有，我要跟你说的就是。我们频道要拍的就是针对有传说的地方去做澄清。当然啦、因为我们的频道，你其实你可以去看，我们的频道就是针对有很多传说，那可是没有原因的部分去做澄清，而不是怪力乱神。如果不相信，你现在我频道，我甚至于我频道可以报给你去看。啊、这里要哭，那是有人跟我们讲。对，那没关系，那个心里就好紧张。对，我们也是有心理准备，所以才会过来的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我了解。对。昨天是在网络买的，是不是？是朋友帮我们订的。哦，是朋友帮你。对，是朋友帮我们订的。他是在网络订的还是现场？我忘记了。对，反正我们是循有正常管道去订的房间。哦，不，我们不会有房卡嘛。你放心了、我们不会乱搞，我们不是那种乱搞的直播台。因为你知道，在你们之前，我知道有50个打电话来。小姐，你可以去查204档案。对。我们是专门是做最真实的。我们是来做澄清的。我们今天来没有东西，反而是帮你们洗白。大姐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如果我们拍没有东西，相信你们也认为没有东西嘛，这是以讹传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跟你讲，那你今天你说已经有50个探险台。来说要拍了，对不对？那对，好，那你听我讲哦。今天状况是这样子，如果说他们来到这边会声会影，是不是更糟糕？对。与其好，那你听我讲，我们的频道有16万订阅，与其你们房东房西，我们今天来做没有拍到东西，
做一个澄清，会不会比你们房东房西效果要来得好？我直接这样讲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进行这个东西，其实你不需要担心会生会影，因为来，你可以进来看，你可以进来，你可以来到这边看，来，我们就这样子，没有关系，来，我们全部都是科学仪器，对。你听得懂我意思？你来了，你进来了。与其说来拍鬼，我们是来做澄清的。来了，你来，比你防来防去要有人效有效果吧？有，我这样说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嗯、那和你这样，你来，你真的啦，你来看了，过程中一直在断，还是你不敢进来？不会，不会。很奇怪，这样。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来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这些都是科学很科学的仪器。而且你等一下去看看我们频道，我们刚强调一件事情。我们两个都不相信这边会怎么样，对，是来这边拍给你们看，说不定，你懂我们刚好强调这句话，你可以去看我们直播，都还没有删，都还在啊。你要再加上，哦，夜班那个欧巴桑又漂亮又有气质。哦，那你先拿五千过来啊，我们夜配要钱啊，不会啦，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谢谢 ，OK， 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好，你很漂亮，是。嗯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也可以啊。你就是说反问让他澄清是吗？没有，我们等一下找到我们班主管。嗯，那请各位阿梅洗干。对，与其要澄清，就让我们澄清到底了。我们各楼层拍啦。嗯，啊，今天啊，各楼层拍啊，因为太多，太多灵异故事了嘛。我们各楼层，我们这样拍看会不会拍到什么东西？嗯嗯。没有，大家呛免了，可以啊。反正既然都来了，都知道了。既然他刚刚也首肯说我们愿意，希望我们去帮他做澄清嘛。对啊，对，那我们一样，包含楼梯啊，我们一样，我们做了记录。有传闻的地方，我们都去做记录。嗯，那拍不到就是拍不到。嗯，对啊。但你来看一共结，好不好？好好。旅馆有音乐哦，有听到音乐。你音乐盒不是关了吗？关啊！可我没听到，我嘛不听到啊。等我，电话又来了。哎，十二点多了，这样 OK 吗？嗯，没有。我刚说，我不是说我们要到各楼层拍摄，我说我们等一下会先问你，你可能没有看清楚。我说我会等，我说。与其这样子，我等一下跟刚刚那个晚班主管说，问看看，只要网络上那些奇奇怪怪的传闻的地方，有那种灵异故事的地方，愿不愿意让我们晚一点去拍摄？啊，没有拍到就是没有。真的，我是这样觉得。那没关系啊。因为我不是说我们刚不是说我要去拍，我是说我们等一下会找你。刚是你上来的吗？结果了，可能刚是你上来的吗？业主部分可能觉得。不方便哦，对，我刚刚是我是想说，等一下看能不能找他，问他的真，他同意之后我们才有拍嘛，不然我们不拍啊。哦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没有说要拍啊，对啊对啊，你们可能没有听清楚，对不对？我是说我们会征求同意，我们才会拍摄，对对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嗯，拜拜拜拜拜 ，OK， 好好，嗯。很好，被打枪了，被打枪了，被打枪了。肯定打枪，本来更加可能会影响班课啊，那算了，没关系啊。有可能是那个麦的频率吧，又有了，现在又有了。等一下我录影，等一下又有了，是不是？我录影。来，十四讲话，现在有没有声音？然后这边控频道，你有没有比中指？啊。十四讲话，现在有没有声音？然后这边看频道，你有没有比中指？啊、哦，有干扰吗？哦，好背。哎，你好，嘿，啊，你可以请警察上来。我们放嗯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下去拿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
你要买老汉？对啊。我看到有人报警吗？不是，有人打电话说我们这间发生命案。我刚刚，我贵圈真的很乱。嗯。来，我来去进去，有登记。你把麦摆掉。好好。麦这边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哈。还搁要困吗？嗯。一今晚应该是无什么样困啊。基本上你也不用睡了啊。对啊。对啊。你们无什么样困啊？但那么乖，伊讲头家。头家在看，啊，干，咱也无翕到啥物物件。对，我们也没说什么、啊。我们有命案，我们的直播你从头看到我们有怎么样吗？没关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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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继续沟通。黑道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们的困扰，可是我刚接到那通黑道的电话，很不爽。我要看你们台南哪一个黑道可以这样子这么要求。蛮生气的。哎，赶快录下来，我要录下来。不要生气啦。录下来。哎呦，怎么越搞越大了？我们刚刚为什么那么久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在新加坡啊。我们都已经在收东西了，变成你们上面有黑道要找我，来叫黑道来，跟我边放对嘴。慢些，不要生气。哦，我们真的是去外面真的是有黑道，那我们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么大了，我相信你们听到的。来，不然来先报警好了，来，有黑道的话，那报警。我有侵犯肖像权，我可以告你。哦，好，那你告吧，你帮我把。好 ，OK。好吧。我们针对黑道。好，可以告我，那你告我。刚刚就在楼上收东西了。对对。你刚刚跟我讲，我是说好，那我刚刚去收。我刚刚说，我刚刚就是有发现，我们还是顾客的心态，所以告诉你。那隔壁是不是警察局？那我可以去报案吗？可以啊，你看。那是哪一个黑道？那是哪一个黑道？我看到，好吧。啊？怎么？我总不能说是我出卖他们。哦，没关系，那是。所以现在是有黑道恐吓我们，对不对？是黑道都说，刚刚听到消息是不是？要处理我们阻挡，讲简单点就是你们阻挡人家的财路。我阻挡。来，我阻挡谁的财路？阻挡你们的财路吗？是不是阻挡我们的财路？阻挡谁的财路？这个我忘记讲。那个，你们阻挡人家的财路，人家自然就不会来问。我们阻挡了谁的财路？我们在这边直播阻挡了谁的财路？那你们都，既然你们都搞直播了，你们刚刚在不好意思哦，那些直播我们跟那些直播主是完全没有。知道这栋大楼也蛮复杂的吗？蛮复杂的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台湾现在没有法治了，是吗？对啊。对啊。台湾没有法治，是不是？台湾没有法治。啊，不然是什么？我就是说了，我们就是接到什么消息，我们就应可能我们就要沟通事情，所以你也不要生气。那你刚刚是不是？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讲说啊，我上去？你刚刚跟我讲完，对，我是不是也上去了？啊，我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就是有黑道在找他。哎，不用叫了，叫奶了，等一下，一下来叫了吧，一下子警察，一下子说我们被爆枪支。一下子说黑道来找，其实我们已经收拾要离开了，对，我们直播也关了。我刚刚跟你讲完话，我是不是说好没关系，让我们给我一点时间？对，我上去我就一下子，枪支，然后说啊，警察上去，我说好，我们为什么这么晚下来？对，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也是保护这个保护客人的心态，所以我要提供我的义务要告诉你们，总不能说有人去你们那敲门，我们都不理不睬了。对，既然我们发现，我当然就是要。你们公司有监视器吗？公司当然有监视器。啊，有监视器，你还怕黑道上来敲我们吗？还是我们看起来比较好欺负？当然不是这样，好吧？退钱啊？对，好。退钱给你哦。啊，黑道怎么说呢？我要看他谁啊？我们挡什么财路？我看不懂我们挡了什么财路。我们不卖东西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挡什么财路？那个报案的顺便看报假案人是谁，你把他查过来。那个你有多付两天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今天我也没有跟你算钱。好，那我就全部都退给你。来，你叫他黑道过来。好，你叫他黑道过来。我怎么可能叫黑道过来？不是啊，刚刚你接到消息，
哦，发现黑道人，对，刚刚就有跟你说嘛，发现黑道人。啊，你发现黑道人，我，哎，在问那，就在问你们嘛，你一定有办法回问嘛，交管，交管，交管，我等他。